伙计们，欢迎大家来到特达纳尔。我的国家是一个连接欧亚、邻接三国、风景优美的国度。我叫费尔南德，是你们这次行程的导游。薛总，接下来的路程中，我陪伴你们度过。薛总，看遍我们国家。最近特达尔的局势很不稳定，我建议暂缓具体项目的洽谈。我同意，对方公司在特达尔的实力毋庸置疑，暂时停止洽谈对我方有利。在这段时间。保护老板，快一步！Three people jumping off the car. Just left the car.不要杀我！何峰，我是薛峰的助理，我可以带你去找他。不要杀我，求你了！不用了，我的人肯定会找到他。不要杀我！Go! 薛总，保护您是我的责任，但我要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袭击我们。是，我怎么会知道？我要是知道会遇到这些人，我才不会来这种鬼地方。先别考虑这些，行不行？找个安全的地方把我放下是最重要的。喂，这怎么可能？遇到危险你就要跑，你们两个都是我花大价钱雇来的，在合约没有结束之前你们谁都不能走。高天，你会一直保护我是吧？Go! Hey, wait!
大家休息一下，表演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沈月呢？不知道啊，观众还有十分钟就要进场了，都去找找沈月。大家一块去找找。What are you doing？ 对不起，建国。建宁。我让你们进去了吗？不是沈大主持人，你快点吧，真的开场了。Don't hold twice in front of me. Weapons, we have too many. 快走！怎么办？有事！这是我的导游费尔南德，你这车多少钱？我赔你。赶紧走，赶紧走！沈月，你去哪儿？哥，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我是一名保镖，正在执行对雇主的保护任务。后面那些什么人，我也不知道。薛总，您这边的生意是不是遇到了阻碍？不会呀。生意一直都很顺利，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想，这些人有可能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Move! They guard the Chinese way. Move!Mr. Anthony, we did not catch your phone, but now we have caught a hostage who knows him. So your phone will be used sooner or later. Sir, the situation's changed. The terrorists have taken some Chinese as hostages. Four of them have managed to escape. Tracking the paper who escaped, find out what is the connection to the arms deal. Text Jim Manners when necessary. Yes, sir.薛总，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您先回国最安全。我在这儿的商业谈判还没有结束，如果就此结束的话，你知道我会损失多少钱？命比钱重要，回国是您现在唯一的选择。那你呢？不跟我一起回去吗？我的三个兄弟还在这个国家，我要找到他们。而且那个女孩的同伴也因为我们被恐怖分子劫持，我得帮他把他们救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现在连自身都难保，怎么去救别人？
别管他们了，你保护着我，咱们一起回国吧。薛总，那是我们的同胞。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把你送回国，我留下救人。你要是敢跑，我死也要把你抓上去救我同伴。好好好，送我回国，马上送我回国。我保证，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这年头，保证有个屁用。都死了，真是那些恐怖分子！别拦道，开车送薛总去机场。General, we brought the hostages back. 我说过，跟我讲中文，我们还要好好学学怎么跟这些中国人打交道。是，小军。等等，联系比尔，把消息散布出去，就说。薛峰的同胞在我们手上，三天后我要见到薛峰，或者每个人质500万赎金。另外警告他们，要是有其他势力介入的话，我会立刻杀掉所有人质。将军，这个是从人质身上找到的，这个女孩跟他们是一起的，但是她并不在这些人质里。就是这个女孩，她、薛峰他们一起跑了。那就去找啊！别在这儿跟我废话。我只要薛峰，我要薛峰换更多购买军火的钱，其他的我没兴趣知道。是，将军。你开快一点，快一点！我求求你。帮我行不行？这都一百三十码，不能再快。那你也得再快点，万一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你就得帮我救我同伴。没事。You kill my brothers, I will make you pay. Stop.Come on.
Where are the weapons? Did the transaction fail? What are the weapons? The weapons you and Anthony were going to trade. What? You are terrorist! What? Stop playing. Stupid! Wait! The people in the theater.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m? How do you know this? Will you answer my question? Who are you? I can't tell you. But if you were my target, you wouldn't be standing here right now. They are my people. Why are the rebels after you? Who are you? What do you know? I don't know much right now. But I know you've been targeted. I suggest you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I hope what you told me is true. This is what happened. 我感觉他不像恐怖分子的人，更像是这个国家的军人。感觉啊，你的感觉比你保证更靠谱。我们需要找一个住的地方，来制定救人计划。这里你熟，帮我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就能帮你们这一次。上车吧。你一定现在就要吗 ？Yes。Please. 先给你这个是什么呀 ？Mr. Anthony, the payment. I don't want it. I don't want it. 晚了。有事吗？人机已经关起来了。将军，火烛快到了。这个不用你提醒我。他，武装无人机的卖家，来要钱的。消息散播出去了吗？已经通知 B2。要抓到徐峰，谢谢谢谢，我们就住几天，办完事儿就走了。好，这两天乱得很，告诉你两个外国朋友，不要乱跑。放心放心，我保证不会给你捣乱。行行，好，别烦我了，然后钥匙交给你了。拿钥匙的时候，我那朋友对我讲了恐怖分子那边传出来的消息，三天之内要见到雪峰或者带赎金，出十万，一个人500万。如果有其他的实力介入的话，他们会立刻处决人质。500万？雪峰已经回国了，这么多的赎金我们上哪儿找啊？那我的同伴们怎么办啊？这也是我留下来的目的。放心，有我在。还有多长时间？传出来的消息是今天下午，还有两天半。先进屋。好。还剩两天半的时间了，薛峰也已经回国了，你快说说你的办法啊！你有什么渠道可以得到恐怖分子的消息吗？说好帮你们找着地方就可以。我走。我们只要知道消息就好。Please。我的兄弟死在了这里，我的同胞被劫持，求你了。我们需要你，求求你了。
好吧，我帮你们交到消息，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最后一次，我只会帮你们交到消息，其他的我啥都不干。我知道你不会这样无情。没错，我并不是无情。来来来，我们谈谈价钱吧。找到了。几个人？三个人。一个是本地的导游，叫 Fernando， 一个是我们抓的人质的负责人，叫申月，还有一个人，他是说风的保镖，高天。而且他们已经打通去比尔房车的消息了。雪峰呢？他被高天送回国了。高天，这就是你想的办法。这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可以问你，你为什么选择保镖这个职业吗？还有你经常说的那句话，放心，有我在。这句话是我爸说的，他是退伍军人，这是他们连队的口号。这句话给我留下印象的时候，是我四岁的时候。家人要回乡下老家，就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放心，有我在。我妈带着我把我爸送到了医院，但是他再也没有醒来。这句话是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虽然我爸离开了我，但是他的这句“放心，有我在”是让我觉得世界上最让人有安全感的话。而我选择保镖这个职业，也是因为在那次事件中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想有人再去感受这种痛苦，我要像我爸一样，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眼前可以保护的人。你说，来见我。哎呀，还是这身衣服舒服。嗯，黑色显瘦，脸都小了一圈。这车怎么了？可能坏了吧？接你的时候开太快了。
跟费尔南德一样不靠谱。走吧。把高天和沈月抓回来，要活的。那个导游呢？本地人，他应该有家人吧？明白。这次可以试试武装无人机了。是。哎哎，等一下，我鞋带开了。到哪儿了？我们遭到了袭击，你在哪儿？在四尾酒店。好，等我们。啊！好猛哦 ！So relaxing。还没吃完啊！快走！将军，我们把那个导游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关起来了。那个高天和沈月呢？让他们跑了。就是说，失败了。我的无人机呢？将军，对不起，属下无能。下去吧，千万不要开枪。下去吧，下去，下呀！不要开枪。马上让比尔给我找人，我拿不到钱，你们通通都去死！酒吧二层就是青包黑市，里面的酒保可以给你们做指引。我就能把你们找这儿。谢谢。谢谢。一切顺利。First time? Would you want something to drink? I'm here for information. Well, what do you need to know? I can help. Tell me about the rebels.
That man Bill, you can talk to him. Be careful. It's dangerous. What do you mean? He is a liaison of the terrorist. He knows everything. If the information you ask is against him, you never get out of the bar. Thank you. Don't thank me. Good luck. What did he ask for? He asked something about your side. About me? Yes. That is for today. See you tomorrow. Pierre. Hi. わかりました。爸爸回来了，谁想吃好吃的？灯怎么没开？李萌，小云，李萌，玩游戏，你去哪儿？你们猜出来吗？Your wife and son are taken away. We need to get news of Gao Tian and Shen Yue. Otherwise, your family will never be able to reunite. Tell the information to Bill in Sun Bang. I'm sorry.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You? Where's my wife and son? Calm down. I'm a soldier. I'm here to help you. Don't lie to me. Tell me the truth. I don't need to lie to you. Special forces. And no, your family is safe for now. Trust me. Trust you? I don't even know you.I can help you, but I also need your help. I can't help you. I'm just a tall guy. The man who took your family, I know who he is. He is the leader of the terrorist group, Anthony.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The two foreigners who you were with yesterday, I need you to contact them for me. I need their help.They're the key to this thing. 你们俩认识？对，我们送学长去机场的时候，就是他拦截的我们。预备。It was a misunderstanding before. We're on the same side. 他是我们国家的特种兵，一定会帮到。Anil, Special Operations Corps Sniper. 现在这个不重要，我的家人被恐怖分子抓走了。啊！我需要你们帮助。抱歉。我就想救出来家门。抱歉，连累你了。高天，沈月。I'm here to find the main base of the rebels, but they've got too many decoys, and I can't search them all alone. I need your help. 你那边有没有消息？没有。现在只知道有一个叫比尔的人，他是恐怖分子的外联人员，在酒吧负责情报工作。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We're in no position to take any risks. 我们还有一天半的时间，时间一到，我的同伴就会被杀掉。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你告诉我们你的办法。我们四个人去酒吧，把比尔绑回来。嗯。太危险。We only have one shot. 试一试，不是永远不知道行不行。行，你去不去？去。进去之后，我和阿尼尔分头去二楼搜索，贝尔南德和沈月留在一楼打探消息。注意，据我观察，比尔这个人非常谨慎，大家小心。真的Where's Anthony? Where's my wife and son? We are the hostages. Where's the rebel base? Okay. I tell you. But I only speak to him.你们让开，让我来。It's okay。
So, speak. Hey, and Tammy. And I promise your family will be okay. How can I trust you? Hey. I have a certain words with terrorism. I promise. Hey, civil family. Only I can. Tell me, where are they? Hey. 他说我们 Fuck you! Where's Anthony? Fuck you! Fuck you, mother! I have an idea. I have a better idea. I have the best idea. This is Tadan! Voodoo!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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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power! Does he want to be a wizard? Get up! Stop! Stop! Speak! I don't know. Well, I guess you're no use to us then. Ah, I tell you! I told you he was gonna tell us. This is our entry point. Thanks to Bill, we know the hostages are kept between the mechanics and the armory here. I'm going to go to the armory and blow it up to distract the guards. Once you hear their explosion, rush in and save the hostages. I'm back. Hey, Bill. Long time no see. Open the gate. Anya会单独去寻找军火库，在周围安置炸弹并引爆，以此制造出混乱，吸引恐怖分子的注意力。爆炸声一响，你们抓紧时间去解救人质。之后，Anya会混在人群中离开，为了他的暗杀任务去寻找安东尼。 Take it easy.
Nobody is here. Hey. That's all I can help. Just let me go. Okay. Boom! Fuck you!乐乐呢？乐乐被他们枪杀了！太感人了！你果然有胆量，看来。 比尔也靠不住了，等你们很久了。高天，沈月，雪峰呢？或者说我的赎金呢？你们为什么要找雪峰？哎，千万别走火！哎。 我要是你，就会把枪放下。聪明，怎么说呢？我现在需要钱买一批军火，刚好我政府里的朋友告诉我。 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中国大企业家要来特丹尔，所以我就盯上他了。谁告诉你的消息？都说了是朋友。Anthony, I will make you pay.
杀了我兄弟，杀我同胞，我让你付出代价。哎，千万别冲动啊！只要我轻轻的一摁，砰，他们可全都会成为肉酱。高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把薛峰交给我，我保证把他们全都放了，还会再给你一笔钱，这样大家都没有损失，多好啊！我是保镖，我的天职就是保护。我可以死，但不可以错。你杀我同胞，你没有余地。我要把你交给你的国家。你死了又能怎么样？你的命能值多少钱？还要把我交给我的国家？要不然我把他们全都杀了，方便我一起都带过去啊！将军，军火库的火已经控制不住了，一旦爆炸，基地就完了。Fuck！ 高天，你一直在坏我的事情，就那么想找死吗？把他们全都给我杀了！你盯着，我出去之后立刻引爆情报器。军火库马上爆炸了！那遥控器已经没用了。对，而且你要想好，你要按下去，你和你的同伴都得死。救我们，但是时间不多了，你快走！没办法，我没办法。你快走，你快走！我求求你了，高天一定能帮我们。别动！一定能帮我。没有保护好你，我去叫安德里算账。不能走，不行，不可以，我一定要去。你别走。如果环总是我，没关系，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他想安德里，这么行？兄弟，这个交给你，我去叫安德里算账。喂，费尔南德。一定要把安东尼抓住，还有，让高天小心。我爱你们。速速离开，快！你咋呢？逃走了，高天和费尔南德去追了。Melis Maxus Bomb，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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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啊！
天，不是很有本事吗？不是还要带我回去吗？出来呀、啊！出来呀、啊！你们国家的保镖就这点实力啊？啊？Thank you.
发现有我在，我担起约翰·费南德。起来。硝烟碎片弥漫痕间，赤诚热血高举着铁，钢筋铁骨握在身边，护卫着夜，生死未灭。我向前，无危险，你的安全是我的天，命还在，梦想在，灵魂也会找到你，翻一翻天地。这是我答应菲尔兰德的。I'll treat them like my family. Thank you. 我会经常回来，需要我帮忙的话，跟我联系。I'll still be here. 我该走了。沈月，走吧。别怕，天会塌下破云间。别怕。你会开裂但很深，别怕，遍地孤独，别怕狼烟冲来，别怕一生说再见，别怕世界只剩辽远。哥儿，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得谢谢你。唐飞。陈青，我叫陈青，听说你很能打，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功夫团？哎，别闹！谢谢你，谢谢你经常说的那句“放心，有我在”。如果我不出现的话，你们也不会被牵连，费尔南德也不会死。原来是因为你，我们才变成这样的。你知道我们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陈青。你如果没遇上我们，你和薛峰怎么能躲过恐怖分子的袭击？说不定薛峰，甚至是你，早就已经死了。我可没原谅你啊。喂，薛总。你是谁？你怎么会用我老板的电话？四十五场 CA 次。别动！都别动！爸，兄弟，别动！来这儿，你来这儿。小王，王先生。到。爸。1, 2, 3, 4, 5, 6, 7, 8, 往那边走，开始，飞人走，开始走天亮的。我操，急起来！飞人走，开始走天亮的。我在身边。飞人走，开始走接龙机机长。准备，开始。生死未灭。玩一下。我向前。预备，走。不危险，你的安全是我的天。刘思文，命还在，梦想在，
灵魂也会找到你，翻一翻天地。来来来，就是，没算了，这些人就算了。咋办了，老板？放心，有我在。没有，有两百我能看见，你看不见。我说了我会亏。那再来一次。看，我想哪些人有可能把这个班就说中？反政府军。再来，再来一个。战火雷箭全在胸前。把灯踢碎，用灯的碎片。一个不想，怎样着痛苦的信念。喂，我这边叫叫三次我。你现在哪儿？某酒店附近。等我们。好。这怎么某酒店？啊。你的安全。一二三。命还在，梦想在，灵魂也要找到你，翻一翻天地，别怕天会塌下破云间，别怕地会开裂在喷血，别怕遍地孤独，别怕狼烟重来，别怕英雄说再见，我看别怕世界只剩辽远，来回放这是有毒的，走，咱现在走。有感染，这个胳膊没劲了。再来。一二三，好。嗯嗯嗯。好，那就有。将军，救我一。到时候容易发电。送这就能当。哪个？救你啦！再给我一个机会！来升级版吧。对不起，没电了。一二三。下雨了呗，就是我这中间是雷电雨停了一中间这个没有接场，我这个去上完呢，我去救费尔南德。对不起，对不起。
酒帮可以给你们做这边。酒吧二楼就是情报会社。你想什么？你在外面等我。我不能进去吗？你放屁！你在外面等我。我不能进去吗？你进去有点不方便。What were you thinking？ 报上他们的钱。可以吧？干嘛？完了。好了。再来一个，感觉不对。开始。过了。我为什么过了？ Mechanics in the armory. 也再来一次。再说我看。一二三，看，放心，有我在。抓紧时间拍摄吧，谢谢。现在除了赌钱还干点什么？我现在对别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想搞钱。这些拳手也真是的，一个月几万块钱，玩什么命啊？他们可不像薛总的保镖什么都会，这些人就会打拳。不过今天啊，我特别想看看一个保镖和一个玩命的拳手，他们打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一定非常刺激。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性感尤物 Jessica。 现在让我们用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东方古国的挑战者高天。救我高天，高天救我。薛总，您到底在哪儿？快倒车，快快走。你们两位，任何一方首先丧失战斗能力的或者主动认输的则比赛结束。你们准备好了吗？
救我，高天！雪总，没事吧？救我，高天！救我，高天！高天！Take him. Go. 想听动静是吧？喊好听吗？晦气！让他进来。输都输了，别输不起啊！你说谁呢？这是全场，你敢开枪吗？和气生财，记不住吗？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再说一遍试试。赛场就有赛场的规则，既然你们违反了规则，求你们马上离开。你有什么消息吗？看来薛总的眼光也就不过如此啊。太软了，这个。他注重的东西并不在表面。哦。从某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两个人也算是半个合作伙伴。好，你如果有什么棘手的事情，你尽管说，我一定帮忙。你能帮我什么？雪峰，雪峰，你知道的下落，他是我的合伙人，也是你的老板呢。正因为他是我老板，所以我才问你呢。你知道他下落？他那天啊跟我打电话说要查账，我在公司等了他一天，都没见着他人影，你猜后来怎么着？就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一般公事我都会录音。我怀疑，巴松手下的账不干净，您能接触到账目吗？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新药马上就要投放到国际市场，这个时候不能出一点差错，放心。老板，昨天有人在全场闹事。谁呀？巴颂。巴颂，他可是个不好惹的家伙，表面上开的是财务公司，背地里却干着贩毒的生意。算了。是。我知道，我正在盯着他。我想去查一下他的账，要一起吗？我盯着巴松，如果薛总在他手上，他一定会露出马脚。好，那就分头行动。对不起啊，猪脑子啊你！啊，你怎么想的你？脑子干什么使的？还有你们，我怎么说你们的？我平常怎么说你们的？啊！进去，快点儿！账目，这恐怕不行。为什么？我是公司的合伙人，而且你们财务公司也是受雇于我们公司，怎么就不能看呢？那您先稍坐一下，我这就把账目给您调出来。谢谢。
Don't move. Who are you?要的东西给我，这钱是你的。我不能要。这样，干完这件事，你到我公司来，跟着我。嗯？谢谢。发送公司的账目，问题不小啊。是啊，如果巴松想要掩盖账目问题，那完全有可能对薛总动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巴松别墅那边的情况我掌握了不少，但我手上只有探测用的装备，装备不足，人手不够，我需要支援。装备我可以帮你搞一部分，可人手我就没办法了。你也看到了啊，我这除了秘书、司机，最能打的就是那几个保安了。人手那边我会想办法，装备就拜托您了。嗯，好，哎，别客气，我们都是为了找到薛老板，是吧？拜托了。高天，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老队员都有任务，新队员经验也不行啊。平哥，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张群，你可以去找他。他之前因为任务失误被安保公司开除，现在在T国的建筑工地上。张驰，高天，你好。你好。平哥说，你的假期该结束了。江江，暂时签外聘合同。研究任务结束后，平哥会拿任务资料帮你恢复档案。任务目标是解救我上个任务的雇主薛峰，中国有名的企业家，在 T 国前往财务公司的路上被绑架，现在初步怀疑是财务公司的老板。巴松，防卫森严，安保人员都具有枪械。出发。唐国，你自己算算今年有几个客户投诉你了。我告诉你，如果再有下次，你给我滚蛋。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记得明天给我安排去T国的机票。你给我记住，我才是老板，滚蛋。等你回来去训练营加练三个月。炸药，他每次任务结束都会来T国度假，他的保护能力以及晋升的战斗能力可以排到现在安保界的前三十，唯一的弱点就是枪械，如果不是这一点，完全可以排到前五。大姚，我身边这位是跟我同期的国际知名的金牌保镖高天。司徒富二代，超级军迷，之前因参军被家人阻拦，随后加入安保行列，蝉联三届全国安保狙击手大赛冠军，而后得知他父母为了不让司徒参加安保任务，早已收购了他现在所在的安保公司，所以到现在司徒从未参加过实战。看什么看啊，揍他！杀！大哥，大哥，错了，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滚！走走走，走！司徒，演习玩的再好，都是假把式。有兴趣玩场实战吗？整体来说，想要突破进去比较困难，
目前已知对方拥有枪械，但并不确定对方是否拥有重火力武器。对方的防卫以及监控设施非常完善，这也意味着这次我们没有机会再做详细的探查。虽然对方的监控设施完善，但是仍然有监控死角，这就说明对方的队伍里面并没有军事以及专业安保人员，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司徒，你呢？完美的挑战，这种事情啊，只有我在做梦的时候才能梦到。口天，我太感谢你了。司徒，我知道，我呀，只是觉得大家太严肃了，不利以后咱们的行动。放心吧，有我在。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来帮你的呀，你这什么态度？你想让我给你什么态度？我们这么久不见了，我当然要看一下你功夫退步了没有。再说了，我大老远的飞过来，你不欢迎我也就算了，上来就骂我。谁允许你来了？当然是平哥啊，不然我还能偷跑出来？哎，多个帮手多点成功率嘛，给大家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呗。各位好，我叫糖果，是天哥的师妹，上学的时候就总是跟在天哥后边，工作了也在天哥所在的公司。张师，也是你的前辈。前辈好。我是炸药，你的功夫不错，有时间切磋一下。没问题。司徒，事先说明，不是复兴，入行有几年了，只不过没参加过实战。另外你很漂亮。谢谢，这也是我第一次外出任务。咱们来制定一下营救计划吧。我是鼎丰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兼法人代表，我叫班猜。这是你们的装备。这个是持枪证，还有个好消息，这个是我们绘制的巴宋家的平面图，一定会对你们有帮助的。呵，班菜叔叔，您这可是帮了大忙了。应该叫爷爷。好了，爷爷，您慢走。哎。哎，聂总啊，咱们得商量一下啊。苏凯，咱们得商量一下，你着什么急走啊？啊，我们得商量。你个笨蛋，长得什么人呢你？娘的！麻雀回去了，准备弹弓。收到。行动。今天的天气好奇怪啊，那边不下雨，这边下。啊，你来给我下点雨。
转过去，转过去。把送在永城内，周围都是安保人员和武装警卫。听我命令行动，行动内容射击把送，正面突围。收到。嗯，走。老大，这次货的质量又有提升了。宝贝儿，再来点劲爆的。价格提高两成，我已经跟那些乡巴佬见过了。你如果嫌价钱贵的话，那我把所有的货都给他们。行动，收到。别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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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什么情况？撤！我去，突围！这是什么人呢？赶快从密道走！错了吧！
越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消息流通的越快。好，那我们明天分开行动。胡辣汤。赶紧吃，多吃点。好吃，这水煎包往胡辣汤里泡，能好吃吗？好吃。哇，真香！哇，怎么样，大家，我做的好吃吗？好久没有吃到我们河南家乡的早餐了。你做的？不然呢？你做的？我只是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平常看着跟男孩似的。那所以你是喜欢温柔一点的了，最好是情投意合的，要不然我宁愿一直单身。那个，来到替国之前啊，我以为胡辣汤是咸的，哎，没想到比糖果还甜呢。当然不是说你，就这胡辣汤吧，还挺甜。这么甜呢？甜的。咋了你？哎，如果有一个很喜欢很喜欢你的人，甚至崇拜你的人，他突然找到你，告诉你他喜欢你，你怎么办？不可能。我那么无趣的人，谁会喜欢我啊？哎，张弛，等会儿我和唐果去班餐那里，你们就按你昨天说的去现场。好，吃啊，挺好吃的。咱们打探消息不应该晚上来吗？现在来是不是有点太早了？不早，薛老板的消息怎么可能晚上能找到呢？毕竟影响力太大，知道的只有少数人。你们怎么进来的？门没关我们就进来了，怎么不营业啊？我们想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我们这里不欢迎没有礼貌的人，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真实身份，所以请你们出去。哎，不是我说，我们不是客人。还有，你不知道我们身份，你自己不会问的。就你们这些，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见一下你们负责人。杰西卡，住手！怎么样，巴宋知道薛总的消息吗？薛总没有在巴宋那里啊？哎，你们得说话呀，光摇头不行啊。巴宋死了。你们把他打死了？不是我们，我们。他怎么能死呢？他死了，那去哪里找薛总啊？我想问您，您还有什么新的线索？我能有什么线索呀？你看我们薛总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慈善机构，谁又这么，谁能干出这种事呢？莫非？莫非什么？莫非是冲着我们公司的新药来的？新药？哎呀，如果是这样就麻烦了。我们这家公司啊，真的
上上下下就靠薛总一个人打理，我们真的离不开他。拜托二位，尽快帮我们找到薛总好吗？放心，有我在。哎，他们去哪儿了？去全场打听消息去了。对呀，全场一定会有消息的。我是那儿的会员，我们一起去好吗？走吧。我们确实有一些薛老板的消息，不过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昨天的事情已经传开了，现在你们就相当于明面上的枪靶，所以很抱歉。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很明白啊。全场不会参与任何势力的任何事件，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利益，懂吗？请你们出去。高级会员就这种待遇吗？当然不是，欢迎至极。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全场是供富人们娱乐、拳手们生存的地方，我们不想被卷入到没有意义的风波当中。付出代价就能得到消息，这不是全场的规矩吗？如果我把你们拒绝的消息传出去，你们的全场还怎么经营？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得按我们的规矩来。多少钱？不要钱，跟我们的人打一场。哦，你们小队一共有几个人？五个人。十人混战，站着的为获胜者，失去战斗力或主动认输即可停止。我相信你们，保护好自己。这场大赛如果放到晚上，你们应该会挣很多钱吧？如果是晚上，你们没有机会。事情目前流传的范围很小，而且也有人在刻意控制事件的传播，包括你们昨天的动作，知情人都很少。不过不用担心，薛峰现在一定不会有生命危险。请。他们的实力很强，我都想留下他们了。哼，实力再强，不也是被人家耍得团团转？等这件事情过去以后，跟他们联络联络，看看能不能把人挖过来。是。小贝。摸摸鼻子，
真乖。董事们开会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希望尽快的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把我们的新药和我们的产品公布于世。那这件事是不是太快了？我们也研究了，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引蛇出洞，得到一些薛老板的消息，这样对你们也是一个帮助，是吧？好，好，那就拜托各位，拜托了。司徒，找机会混进全场，在全场会客室办公室安装起定装置、炸药、糖果，和我一起负责检测行动。我会找机会在检测车上安装定位器。重复一遍，目标出现，看能不能通过检找出线索。张氏在家全局调度。雇佣兵来我们国家度假，我跟他们队长商量好了，你们今天晚上在全场跟他们见面，看他们时间充不充裕，让他们调查一下班差和这几个保镖。是。我让你给大象洗澡，没让你给我洗澡，不想干滚。分钟后停止压住。我不清楚你们小队究竟做过什么任务，但是我这边只有一点简单的要求，就是查出视频中这几个人的底细。我不觉得这是简单的任务，我们到帝国主要是休息为主，现在你是让我们去帮你调查几个人，你出的价未免太低了吧。难道不是你们渴望的吗？可能吧，但是现在我更想好好休息一下，抱歉。炸药定金检，我再去一趟巴松那里。走。你们怎么在这儿？我想在巴松这里再找找线索。我找过了，确实没什么线索。巴松制毒贩毒证据确凿，而且他做假账给我们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警方勘探之后，董事会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决定把他的房子拍卖，弥补我们公司一些损失。我们监听的黑泉市场也没有什么发现。哎，一会儿开发布会，我们一起吧。好。班差先生，此次贵司研发的新药对阿尔兹海默症的疗效经过验证了吗？是否如同宣传上所讲的那么神奇？谢谢您的提问，我可以准确地告诉您，我们最近研发并要推广到市场上的这款新药，经过了严格的市场检验和对3200名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试验，轻度患者的治愈率达到了85%，重度患者的治愈率也达到了78%。好，谢谢班蔡先生。班蔡先生，据传贵公司的董事长薛峰先生之前遭到绑架，至今下落不明。对于这个传闻，您是如何回应的呢？
这位先生，我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不过我可以准确地回答您，我们薛董事长非常好，他是因为最近工作劳累偶然疾病不能参加此次发布会，他的状态非常好。目标出动，方向雷达在下位置，马上过去。上车。Kevin, get someone to the house. Take out the guy in charge of the dispatch. Take care of those two in front of us.Move.跟踪我，真是你最不理智的表现。老实点儿。薛峰在哪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我说过，我们不会参与任何事件、任何纠纷。把我们绑住，还说不参与？你们先跟踪调查我，难道我不应该知道为什么吗？好，那我现在问你，薛峰在哪儿？薛峰现在很安全，不过具体情况我不知道。老板说过不让我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消息。那你们老板？你很清楚，我只要得到我们的消息，
我们会立刻离开，事后我一定会来赔礼道歉。嗯，老板。嗯，事情都解决了吗？他们还没醒，要给他们一个教训。你那边怎么那么安静？老板没有给我询问的机会，不过你放心，对方一定不会忽视你的存在。把他们都绑起来。炸药，汇报现在状况。张弛，炸药，汇报现在状况。喂，现在什么状况？我们被袭击了，对方掌握了咱们的一举一动，而且对方有信号屏蔽器，我已经冲锋枪。你那边怎么样？大家会合再说吧。别说就别回去了，他们有可能还在那蹲守，到咱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到对面山上。对了，赶紧换辆出租车。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插播一条紧急新闻：近日晚11时许，在新泰别墅区发生一起凶杀案，死亡人数17人，凶手仍在逃窜中。这下刺激了，成逃犯了。嘿，说下简那边情况。简和薛总的事情应该没有关系，他只是想给我一个警告。如果他想对我们不利的话，我和唐广应该不会活着出来，更何况现在简已经死了。那简怎么死了？什么意思？怀疑我们？我们只是把他绑起来，并没有杀他。看来我们被误导了。明天。喂，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只是现在不方便露面。这样啊，我郊外还有一所房子，要不然你们先住过去躲一躲。不用，暂时不要跟我们接触，保好你自己。好的好的好的，有什么需要随时打电话。另外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保重。嗯。对方动作太快了，他们肯定是在薛老板那儿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也不一定，如果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现在不会被通缉，他们一定是想困住我们，好争取更多的时间。不能再等了，时间越长对我们越不利。装备这方面交给我，需要我做什么说就是。是高天吗？我们老板想见你。你们好，我叫丹，是全场的新负责人。这位是我们的老板哈拉先生。你们好啊，高天。简不是我们杀的。我知道，而且我知道杀害简的凶手是谁。那你找我们干什么？谈谈合作呀。杀害简的是一个叫昆卡的雇佣兵，他是战场上下来的老兵，有极强的侦察与反侦察能力。至于合作嘛，我们向你们提供薛峰现在的地点，而且给你们提供营救所需的装备。你们完成任务之后帮我抓昆卡。你不是不参与任何事件的争斗吗？把他拉远点儿。所以说才找你们嘛，任何敢于挑衅全场势力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是对你们的惩罚。如果你们不答应，全都得死。我们答应了，但是我们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嗯。嗯。嗯。抬进来。好了，请我的小辈下去休息吧。
看看天上。整个事件都有人在混淆视听，所以你们得到的消息都不准确。当然简告诉你们的都是事实，但是由于全场的规矩，他不能说得太多。其实我也说不了太多，我只能告诉你，薛峰就在正东郊外的一个废弃的工厂之内。谁绑架的他我也不知道，去了你就知道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昆卡手下有一批精干的雇佣兵，说是来旅游的，我看不像。我还要继续做调查，等你们救出薛峰之后，我会把详细的信息告诉你们。没了，没了。你说的这些消息，除了薛峰的地点，其他的就相当于没说啊。我给你10秒钟，做出决定。我们答应，救出薛峰之后，我会再来找你。合作愉快，拿装备去吧。签了他，你安全离开，我圆满完成任务，双赢。我是绝不会签下这份合约的。看来我需要给你看点东西，你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你的保镖最近为我的老板赚了很多钱，你觉得你还有希望？准备行动。Northeast side. Everyone else, press them into Area X. Thank you.
炸药呼叫，炸药呼叫。知道了。我已到达监控室，前方在 C3 区域，离糖果最近。另外，昆岗正带人向张志靠近。已到达目标点。待命。明白。张志，在你前方宿舍备有个门，进去读一下中午消息。收到。Civilian, scout the area and find out where he is. Seal every passage. Spare Xuefeng. Kill everyone else. You, check the control room. Kunka 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雇佣兵封锁了所有通道。你们行动千万小心，我马上赶过去接应你们。我去，任务器果然不适合。吊着吧。你为什么把他们打全？是不是被收买了？我们被利用了。先出去再说。高天，自己人。
的消息也不落后，你为什么绑架我老板？我来回答。班残，怎么会是你啊？就是我。为什么？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你害死我儿子，你很聪明。我不露面就是为了等你签新药的专利转让合同，要不然我不会让你活到今天。我之前就跟你解释过，那与我无关，你是知道的。你和他一起出国，你却告诉我他死了。出事的车辆是你家的，出事的地点也在你家附近。那都是意外。我是他爸爸，我最了解他。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你却告诉我他吸毒。班才，我一直把你儿子当作我的孩子。当我知道他出事的时候，心情跟你一样。我知道你性格偏执，可你冷静想想，我有什么理由害他？况且警方早就证明过我的清白。你一直在利用我们。你们是好帮手。那巴松呢？他必须死。他贩毒害死了多少人，还害死了我儿子。带叔走。是藏不住的，不如出来杀死我，或者把薛峰交出来，我放你离开。好，我给你。答应过放你们走就绝不会食言。薛峰害死我儿子，你们却要保护他，这个世界还有真理吗？你既然想死，好，成全你。薛仲卫子，
点不老实啊。雪峰已经在我手上了，半才，你做错了，快停手！害死我儿子的是他，你说我错了？杀人偿命的道理你不懂吗？
真刀真枪来的刺激！对了，咱们小队叫什么名字啊？护卫者，忠于旗主，以命相守。赶紧死掉吧你！大家一起死！
我的发表生涯结束了。 What do you mean? 请你喝一杯。 人类成为知己，杀戮无数的同人类，是接不该这样，还是应该奔跑来接上成年人的追梦路。是否应该多些希望？还是值得。最好的动作就是要冒一些风险，身上也正常，也正常。这场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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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各位，各位，你看，哎，宝贝的休息也没有落。你闪开我，兄弟！这个人就是这个人，这还和装的好人一样。 保镖的天职就是保护，这条路用生命去守护我。这送你了，这送你了，真的，侮辱我了，也得让你。尊严，这是他的初心。曾经我在乎，一直保护你，护卫着，护卫他，为国家自身的利器，护卫着，护卫你，和失败告别的胜利，护卫着，护卫着。 梦想的勇气，我太多理想，才能想过放弃。失败存在，来才是完整意义。人们对待平凡，拼命拿出勇气，这是我的选择。为梦想再次发力，不管他们怎么说。没吧？没人吧？我梦想发光，梦想能开朗，也许快要实现。未来有我定义。我有的渺小，梦想的重量。你是吗？为了你，兄弟们，一起数。 相守，他们，放心。
紧在胸前，熬着不再感受痛苦的心愿，满孤独的像空中狼烟，我会成功向前迎接，相信自己的努力，我也为了奇迹，坚持自己所坚持的时间怎么被骗，这一刻做自己，哇，这已经爆炸了一样，相信这条路，相信会成全我们。到伤口了，这个打的，用碘伏消毒。你笑啊！哈哈哈哈哈！前面那我叫你吧，好，准备。来，开机。血高举着铁，钢筋铁骨，我在身边，护卫着夜，生死为念，我向前，不危险，你的安全是我的天，命还在，梦想在，灵魂也会找到你。先吃那一个，我没了。推翻天地。你先跟鸟呢？好。放心，有我在。你看，全到。我想杀。战火雷剑全在胸前，一刻不想再感受痛苦的心愿，你的安然以我名分，永不洒血手捏周全，我向前，无危险，你的安全是我的天，我是当初你的任务，命还在，没事啊，梦想在，灵魂也要找到你，翻一翻天地，别怕，别会塌下破。那他没用。别怕，别会开了单很险。下一个印儿。别怕，面对孤独，别把谎言重来。选择再见，别把世界只剩辽远。踩了仨人吗？反应完之后，咱人下来打完再跑吗？爸！有我。